再来一局吧。姜维怎么样？哎，其实也可以。姜维，姜维，淡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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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妥妥一个反？干他！谁要无懈？谁无懈？刘协无懈。谁那边了、啊？这还是那边。这五谷好蛋白，算了，反正也觉醒不了，随意啊。确实，草莓把我的五谷拆掉了。哎，不过忠臣蛮强的。忠臣还是比较强的。忠臣肯定比较强的。那样，给我补呗。这么多无懈啊！
便拿吧，给我留个闪。还有无懈，反贼还有无懈，反贼无懈真多。我留个五谷吧，一会儿他要翻我，肯定翻我。我留个五谷，操，真牛！我留个五谷，他翻我。他一会儿要翻我。给寒冰了，哎呀。找貂蝉图可以，找貂蝉图可以。可以杀韩当也行，杀刘协我觉得好一点。草药被翻了，连刘协啊？为什么不连刘协啊？这肯定连刘协啊！刘协这么难搞，不连刘协吗？早知道你有乐，我把五谷扔了，五谷是防他翻我的，就没办法。连刘协先把刘协推了，这将面就稳了。啊，有闪，我觉得有闪。真没闪。那为什么不连刘协啊？连刘协多好，刘协都死了。哎呦，为什么不连刘协呢？太可惜了。啊，不连刘协，我操！真牛，好蛋疼啊！怎么打呀？不能下挑衅，下挑衅要贵的。最好来个八卦或者人王什么的。都不动了，等到他。不挑衅了，挑衅死了。挑衅死了，蛮虫肯定有杀，韩当基本上也应该有杀。闪了，不闪也得被拼掉。闪了，你有龙刀就龙吧，反正不闪我也得被拼掉，那个也得被刘协拼点拼掉，没用。让那个荀彧给我补牌去吧，补五张未知牌去。
刚才铁锁连的不对，铁锁应该连流协的，连流协和跃进。说骨牌吧，我觉得。这还略屌，还略屌。这牌真的略屌。三张翻我都无所谓啊，三张翻我还补三排呢。哎呦，开大门收人头啊！可惜我有杀啊，因为我一手的杀。还有桃子，全是桃子。觉得刚才满手掉血就行，反正也不用那什么，展示一下。我要死了！桃子下去不少，三个我吃了两个。一拆我的 K，好。还有神乐吗？应该还有两个乐的。还有桃子，我操！还有桃子。这还有桃子，真无奈。杀，吃桃了，应该还有桃。好的，神了，我又要被翻了。我又要被翻了，我操！神呐！你有没有酒之类的？有酒之类的，给我补补牌。我不偏点输掉了吧？还有他，我操！反贼中桃了我。七五貂蝉，不知道有没有大点，大点，都七五貂蝉。
哎呦！7张牌，我要哭了。哭了，完了，没啥，掉柜了，死了，真死了，桃全被反贼摸了，反贼摸了多少桃？反贼摸了多少桃？